欢迎来到贵州贵阳。有请 Into One。今晚你们17位成员将和台下的400位青年朋友一起，用合唱的方式完成一场安慕希青春歌会。我都谁能弄得了沙哥呀？就像奔跑吧这三个字，我们十一个人在未来的不同的道路上要一直一直勇敢地奔跑下去。对一下这个歌词和走位，加油加油。这个毕业不是结束，才是你们的人生真正的开始。一日奔跑，终身兄弟，这句话也送给 Into One 的各位。本节目由安慕希独家冠名，焕新美味，奔向美好，一起安慕希。本节目由深度好睡眠为奔跑加速的喜临门床垫特约播出。